白鹤是春秋道的刺客，放弃任务就意味着背叛。他迟迟没来赴约，一定是出事了。裴王果然还念着奴家。那日在荒岗上，你为何要用幻术困住我？我只知道，你若去见了那个人，就会死。五湖四海皆宾客，天南地北便兄弟。承蒙各位光临望归楼，不如卖我慕容记个面子。掌柜，请众位好汉们上座。